这里是巴黎的地标建筑巴士底广场。巴士底广场呢，旨在纪念当年著名的法国大革命。如今几百年过去，这里已经成为了巴黎新的地标。这里呢，现在既是巴黎青年的运动休闲场所，同时呢，也因为巴黎奥运会的两个标志而成为新的网红打卡地。